这个 lookup 开始哈，用 lookup 函数。那当然你可以用名称来代替，我们原来是用这样的方式了哈。那用这样的方式的缺点就是说，你将来哈你在阅读上面是不容易的，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改成一个编号，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哎，你一看就一目了然。可是你要怎么定义名称？记得哈，这个公式里面哈，你就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五个一起选起来，一次性的就把五个名称就定义好。定义好之后，你怎么样去看到底你的资料在哪里？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OK， 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名称，你要不要放在这里？它会自动有个虚线，告诉你，哎，对照是不是正确？啊，如果不正确，你就再做修改，啊，直接在这边直接修改，然后打勾就可以了哈。那下拉清单要怎么做？基本上类似像这样，就是资料验证清单 F3 给它编号就可以了。OK， 类似像这样，反正这些东西熟了之后了，大概做法是都差不多。那你就可以自动帮，比如说你一个编号订单编号，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这样的话呢，基本上的好处就是避免输入上的错误。因为之前其实有蛮多厂商也找我协助做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可能有两岸三地很多地方都同时输入，可是呢，大家都随便乱输入，那造成什么问题呢？大家都很随性的输入之后，后面要花更多时间做什么？做统一资料格式的问题。那你倒不如，你为什么不在刚开始就设定好所有的格式？以后该用下拉清单好了，反正一拉，哎，自动带出其他栏位，其他你不要乱 key 乱填。先在前面先做一个统一，后面就不容易发生问题。你前面没有统一，后面大家一定问题一堆了哈。那怎么样统一输入方法？其实不外乎用这种方式，另外不外乎就是说呢，你可以用第二方式，也许后面我们会讲到，就是说你可以用表单的方式，一个萝卜一个坑，让使用者直接在表单上面做输入。输入完之后反正它就固定是那些栏位，它也不能乱输入，这样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太多之前有同学也是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他发现他把它统一之后，这些 后来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在找错误上面。因为很多人乱输入资料错误，你要花更多时间。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刚刚是用那个 lookup 函数，那你想说老师，那可是我比较习惯用 VLOOKUP 函数啊，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用那个 VLOOKUP 函数来做？当然可能啊，我们来试一下。也许我们换一下刚刚的部分，假如说我希望查询界面这个地方，我把它再拖拉按 Ctrl 键把它变成查询界面2，这边把它改 VLOOKUP 函数好了。Okay， 这个是用 VLOOKUP 函数来做。那假如说我今天我这边下拉清单还留着，但是底下的东西把它删掉，那我要把这个查询界面，刚刚是用 lookup， 那我们比较一下，因为各位常用 VLOOKUP， 但是 VLOOKUP 函数的话查的话，插入一样有没有？检视与参照。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改成 VLOOKUP 函数，其实用法也是一样啦。第一个 lookup value， 就是编号。那 table array 特别重要， table array 指的是对照表。那你的对照表在哪里？一般的习惯是切到 lookup 的这个范围，有没有？那选取这个范围，这个范围里面呢，当然记得不要选到那个栏位名称。那也就是在 lookup 的这个里面选到这个范围。不过我讲过，如果我说将来你要这样的选取，你倒不如怎么样？干脆先在这边先建一个什么？建一个名称好了，不要选到栏位名称，那我们这个名称叫 lookup 好了，或者叫其他名称，叫一个资料表等等的 OK， 然后把这个地方把这个范围选起来，直接在上面给它一个名称。那我用的名称干脆用它的工作表名称好了， enter 一下。好，这个范围呢就叫 lookup 好了。那如果说我要查询的话，特别是要插入函数，一样用检视与参照，我们用 VLOOKUP 函数。那第一个是 lookup value， 第二个的话呢，刚刚本来用选的啦，不过我是建议啦，以后干脆一律改成名称。那我刚刚把那个改成叫做 lookup， 所以我们刚刚本来用选的，我干脆用 lookup 好了，按确定。好，那再来就 color index number， color index number 指的就是说呢，
这个 col 就 column 栏的意思 ，index 是第几栏 ，number 啊、第几栏的意思了、那意思就是说、查询特别注意哦 ，vlookup 函数查询一定是查第一栏，它不会查第二栏、一定查第一栏。然后呢，查完之后呢，它会问你第三个问题，说，那你查到了，请问一下，你要带回来的是这个对照表里面第几栏？只会是第二栏以后的哦。OK， 那我们是要第几栏？我不知道，没关系。你可以把游标点在这边，你嘛，它会帮你切过来到这个范围。那所谓的这个 table array 是指的是这边这个对照表，这个指的是第一栏，那一定是查第一栏。vlookup 函数只能查第一栏哦，特别是这是它的这个函数的特性。那它带回来的话呢，只会是第二栏以后的，所以这是第二栏、第三、第四、第五。那如果说我今天呢需要的是姓名的话，直接在这边输入一个2就可以了。OK 哈，那再来的话呢 ，range lookup 哈，这个指的就是说你要找资料是要很严格的找，还是要很宽松的找？那所谓严格的找，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找006，一定要006。如果找不到006的话，那它会显示什么 ？Not available， 就找不到。如果是的话，你就输入0。如果你输入一的话，就是指的是如果你找不到006，它会帮你找接近的。OK， 好，所以0跟1之间的差别啊，其实底下也有说明的哈。true 的话呢，或省略表示找最接近，实际上就是一哈。false 的话呢，找完全比对的，完全符合的。那这里的话，假设了哈，我先输入0好了，因为我习惯是比对，是完严谨的比对。OK， 好，那找到了，找到之后的话呢，当然底下哈。这边是找第二栏，下面是找第三栏、第四栏、第五栏。那你想说，之前就有同学会问说，老师，那底下的部分的话，当然就直接怎么样，直接再贴嘛。那这边改成多少？改成3，有没有？因为要抓的是总销量是第三栏，名次是第四栏，业务水准第五栏，那不就是2、3、4、5？这样的顺序。那就有同学说，老师，那可不可以直接干脆向下填满一次就好了啊？对不对？可是问题啊，你会发现，如果你现在向下填满的话，那一定会发生错误。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地方一定找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它 C2 会变成 C3。所以想说，老师，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个地方直接锁起来？其实锁列就好了。可是问题来了哈，你如果向下填满哦，虽然你把 C2 给锁起来了，不过底下还是都是同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它不会增加，向下填满，它只会在那个什么呢？你的储存格地方帮你增加。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2变成3，3变成4的话也就有同学会问说，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不然的话，虽然说向下填满之后呢，你自己在这边改一下，当然也可以啦，这边改成3，对不对？这边改成4，这边改成5，是也 OK。可是如果你现在栏位少还 OK， 可是如果你有10个栏位、20个栏位，那岂不是你要改很多次吗？那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其实同学就问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好的。其实你可以利用一个方法，因为你向下填满的时候，你参照到的列是第三列。可是如果你现在向下填满，你可以利用一个函数，什么函数呢？去抓你现在储存格所在位置的那个函数有个函数可以专门去抓列那因为你抓到的列是3的话，那你就把这个3减掉1，有没有向下拉它变成4减1，刚好就是2、3、4、5。那可是这要怎么做顺便补充一下，在我先在旁边先插入一个在检视与参照里面呢，有一个函数叫什么呢？叫 row， 有没有？这个 row row 特别跟这样，应该是 rows 传回 reference 列号 rows， 这两个好像蛮接近的我们先用 rows 这个跟这样应该是 row 函数按确定一下 OK。那他问你说 reference， 如果你空白的话，指的你现在储存格所在位置是第几列 ？OK， 按确定。那你会发现他回来是3。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它变成456，哎，那你想说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快要接近我们要的，减一，打勾，减一之后有没有向下填满这样，345，对不对？那你想说，那这个东西如果把它放在我公式里面的话，哎，那不就刚刚好了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做的东西，对不对？哈，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怎么样，加一个 row， 有没有？ROW 啦，其实你直接打好了，或者直接在插入函数也可以 ，row 减一，直接把它改过，打勾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哎，一样是李明正。那刚刚这个地方哦，你要再把公式复制之后再修改，可是这个时候你向下填满的话，放开，你会发现全部一次就做好了。OK 啊，所以利用那个 row 函数哈，自动去抓到你现在的列号。去配合那个 view 函数，哎，其实还蛮好用的。至少你将来栏数多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说哦啊一个一个慢慢再去修改了哈、哦。OK， 顺便讲一下啊，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我们刚刚有做了一个变化，就是说哈、哦，把那个查询界面复制一个啊、哦，拖拉 按 Ctrl 键哦，然后呢把这里面修改成 view 函数。那我有先在这个地方先建一个名称哦 ，OK， 把那个范围先建一个名称，再来就是说哈、哦，利用那个 view 函数呢，帮我去找到其他栏位，啊，这个栏位的部分呢，可以再带一个叫 row 函数啊、哦，去抓到它现在所在位置的列号。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哦。